电的系统，不一样系统。前阵子大家都，我们都在新大电。喂喂喂，啊、哦，可能要注意声音有没有进去哈，那个因为，哎、欸，注意一下录的时候。刚刚才拉少一条线。我知道，这可能要转进回去了。哎、欸，要注意一下那 YouTube 啊，对。大众请合掌，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大众向法师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大众请坐。我们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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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继续来修学。修华严奥旨，望尽还原观。啊，那么第一页，我们上次的序文哈，法藏大师的序文，第四行，啊，他说：“寂觉寂悟，何智何通？百非习其攀缘，四句觉起真简，故得药病双敏，静乱俱融，消能所已入玄中，敏性相而归法界。”啊，他说寂觉寂悟啊，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道理呢，要是清楚明白了啊，前面讲什么道理啊？前面讲的道理简单讲就是啊，法界缘起啊，这个是华严宗的一个宗旨啊，就他的一开头啊，他说这个满教难思窥一尘而顿现，缘中叵测睹纤毫以其章啊，也就是说最圆满的这个法界缘起华严经的这个道理呢，就在这个一微尘里头啊，这一微尘里头呢，就整个法界缘起啊，十方法界不外乎这个法界缘起这个道理啊。那么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呢，就是说我们常讲这个一水起万重波浪啊，一水起万重波浪。我们知道这个万重波浪呢，有大波浪、小波浪，各式各样的波浪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的波浪呢，它就是水啊，啊，它的水性是平等的，是同一水性。大波浪也是水，小波浪也是水啊。所以在如果说在一个波浪里头，你要是了解了这个水性的时候呢，那这整个万重浪，可以说你就啊，都是同你这个小波浪呢是一样的东西呀，啊，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体性嘛，同一体性，啊，这整个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其实它是同一个海水，啊，是我们去分别它说，哦，这是太平洋，这是大西洋，啊，这是大波浪，这是小波浪。它其实，但是它是从头到尾，它是同一个体性的，啊，所以它是没有分别的。好，那么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呢，所有的佛法呢，只是要来啊，来矫正说我们对这个道理呢不了解
产生偏差啊，我们去会去分别嘛。简单讲，我们产生的偏差就是怎样去分别了。哦，这是大波浪，这是小波浪，啊，这是你的波浪，这是他的波浪，啊，这是我们的分别心嘛，啊，所以现在就如果我们在这个波浪起分别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啊见到那个同一水性啊的那个无远弗届的水性了，我们就迷失掉了。所以现在呢，要对症下药啊，就是说啊，我们呢有了这个分别病啊，他用那个药跟病啊啊来做譬喻，就是说众生有了这个执着分别的病，所以所有的一切的佛法呢，不过就是为了我们的执着的这些的分别妄想病啊，所以要想办法让我们万尽还原啊。妄尽，什么叫妄尽？就是虚妄的去分别这些浪相啊。现在等一下不要再去分别了，所以叫妄尽了。当你不要再去执着分别这些虚妄的浪相的时候呢，自然回到了什么？自然回到了他的那个本来的那个水性，他本来就是那个水性嘛，就是那个圆还原哦，原来他从头到尾他本来就是同一个体性的水性啊，妄尽还原观，就是在讲这样子啊。好，那么所以所有的佛法呢，不就是要对治我们的妄想分别了？所以叫做啊，要因病与药嘛，啊，就病起药心啊，啊，病起药心啊，因为你有这个执着分别病了，所以佛法就怎样啊，用的这个种种的啊一种药啊，就要来对治啊，啊，要来对治啊，对治我们这个分别。好，好，那么这个对治分别之后呢，这个妄尽了啊，虚妄的妄想分别心就没有了，那自然就回到了我们的本来面目嘛。啊，我们这个常常说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啊，现在呢，我讲说啊，你的本来面目，大家就开始去想了。对不对啊？师父说本来面目，哎呀，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不起啊，当你去想说你的本来面目的时候，那就是叫做什么妄想分别嘛，你就去想了，哎，我的本来面目是圆的呢还是方的，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对不对？你就会开始想啊啊，你也想这个想那个，到底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个就叫做妄想分别啊，你就开始想了。哦，所以呢，这个本来面目呢，不是说啊，你东想西想啊，怎么去想那个叫做本来，那个只要用你的想，就是妄想，妄想分别，那个都是怎样啊？《金刚经》讲的嘛，凡所有相，怎么样，皆是虚妄嘛。你只要是你用想象的有相的。哦，那就不是你的本来面目啊。哦，所以这个本来面目呢，简单讲，非有非无啊，非有相非无相。哦，好比方说镜子里头啊，镜子原本到底是什么样子？当你去往镜子里头看的时候，它里头一定是有它的什么反射物了，对不对？哦，张三去看镜子，张三就说有啊，啊镜子里头不就是个张三吗？啊，那李四去看的时候呢，他说没有啊，我看镜子里头是一个李四在里头啊。啊，所以镜子本身呢，既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那镜子里头呢，他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因为镜子里头不管什么时候，里头一定是怎样。一定会照东西嘛，
如果他不造东西，他就不叫镜子了，是不是？所以他一定有造东西，所以你很难说镜子本身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子啊？好，所以这个说简单很简单啊，就是不要妄想分别，就是本来面目了。问题就在于怎样，我们怎样啊？无始劫来就是一直怎样，在这妄想分别里头。现在你想要不要妄想分别？当你想要不要，对不起啊，这个不要想不要，这个想不要就又是一个分别啦。对不对？想不要，我想不要。你想不要，就是其实还是就是你想要嘛，你想要那个不要嘛，对不对？我不要，我不要，就是你想要那个不要，还是一想分别啊？所以这个还好，佛陀给我们一个方便，什么念佛一心不乱。这个念佛一心半其实是很深的、啊、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知道念佛的深在什么地方。因为你如果不了解这个华严宗的这个妄境还原的道理，你不晓得这念佛这么殊胜啊。当你听了这个道理了之后呢，你就知道了说，原来啊妄境要怎么个妄境，要怎么个还原啊？原来是透过一句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去想有，不去想无，不去想要，也不要去想不要啊，不落二边嘛啊，不落二边呢，这是真正的所谓的啊，藕益大师讲的不落二边，这就是理一心不乱了、理道理的理啊。所以这个念佛一心不乱，其实是很深的啊，很多人不了解啊，觉得啊念佛念佛很简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但是呢，他叫行义正身，就是他做起来不是很难，三岁小孩子。真的啊，你像那个小我们那个法善师父的那个小朋友，现在真的三岁，真的会念阿弥陀佛了。他真的会念阿弥陀佛了所以三岁的小孩也会念了，是真的，三岁小孩也会念但是能不能念到一心不乱，合于这个万境还原观的这个道理呢？那就要看你的智慧，你的功夫啦。你的智慧，你的功夫啊。其实念佛是一心不乱啊，参禅也是啊，参禅你说一句话头也是啊，就是怎样？参禅最常讲的啊，打得妄想死啊，怎么样？虚如什么法生活吗？不是妄境还原观的意思吗？打的妄想死，妄境，对不对？虚如法生活，还原了啊，还原了，虚如法生活，你就回到你的法身了吗？那不就是还原了吗？实在讲起来呢，这个各宗各教啊。就是一句话，就妄境还原了。什么宗什么教什么修，就这么一回事，妄境还原。所以说现在这部啊，贤首国师法藏大师的作品真是好啊！所以各宗各派呢，不外乎就是妄境还原了。禅宗也适用啊。你参话头也好。或者说甚至所谓的祖师禅还是如来禅都一样，只是用的方法不同而已用的方法就不同，就什么那个药不一样，因为病症不同嘛，药不同，用的法门不同，是因为你的症头不一样
啊，众生的根基因缘不一样，众生的执着分别不一样，所以就代表他的什么啊？他的症状不一样啊，他的体质不一样啊，根基因缘不一样，就是他的体质不同嘛。简单讲啊，这体质不同啊，所以呢，要因病与药啊。好，所以呢，这个药病的道理呢，啊，如果了解了啊，其实呢，药王啊，病王则药王啊，就病好了就不用再吃药了啊。哎，所以就怎样啊？这个如果真正了解明白了，你的执着病、妄想分别病没有了，也就不需要所谓的法门了，因为你已经回到本来面目了嘛。回到你的 本源了、所以呢，了解这个道理，即觉即悟呢，合智合通了、所以这个智，这个智就是停滞嘛、所以没有停滞，也没有开通啊、这个套用中医，套用中医就是说，哎，为什么 会有病痛？因为不通，对不对？不通就有。就会痛啊，所以就是治，这是不通啊、所以中医讲的通则不痛，不痛啊不、对，不通则痛，对不对？通则不痛，就是啊。但是呢，佛法是讲的更深啊，本来就没有通，也没有 没有不通啊，何治何通啊？本来就没有不通，所以也没有什么通、合治合通，就是没有那个病，也没有那个药啦啊。治就是病啊，通就是怎样的病好了啊，病好了啊。所以呢，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呢，不本来就没有病啊，这病都是虚妄的嘛，没有真正的病，也没有真正的药啊。六祖讲的很好，他说本来无一物啊，啊，何处惹尘埃，都是你去虚妄执着分别啊，啊，那么这个楞严经里头呢，他讲的很好，他说一个人啊，眼睛有病啊，看到空中有花啊，这眼翳，看到空中有花啊，或者是飞蚊症也好，现在啊，眼睛有这个飞蚊症，看着哦，蚊子一直在飞啊，啊，其实没有真正的花，也没有真正的蚊子，是你的眼睛怎样有病了，有问题，所以才看到怎样哦，空中有花哦，还是这个有蚊子。其实空中有没有花？没有花。啊，也没有蚊子。可是当有病的人呢，他就会虚妄的认为有啊有啊，我就有这样，我就明明有看到啊。哎，我们现在就是怎样？我们就是这种眼睛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现在都在执着分佛啊、分别啊，不是吗？哎呀，我是什么？我是传译耶，对不对？啊，我是板众耶，啊。我是黄家妹哎，你这样你讲这样，对我有什么意思哦？有没有这个叫《金刚经》讲的我相、人相，什么众生相、受者相？你看我们每天到晚不就在分别这个吗？哎呀，他怎么样啦？我怎么样啦？谁又怎么样啦？哎呀，我人众受相嘛，是不是？啊，这个就是眼睛有病了。看到空中有啊，其实这是虚妄分别的啊，对不对？啊，你说传译，其实他刚生出来的时候，他就不叫传译啊，啊，他叫，刚开始不晓得他爸爸还是他阿公还没跟他取名字，就不知道叫什么。传译，你小时候有没有小名啊、乳名啊？叫什么？啊，暗翁啊。哦，暗哦，哦，暗哦，小的，细汉的，安尼哦，啊，哦，小子啊，啊，弱小啊，哦，你的小名就是这样啊，哦，
啊，你双圣的。哦，哥哥是喊桃，胖的啊，养分都被你哥哥吃去了啦。啊、哦，他啊，你啊，暗的，你是暗的，小的啊，一个是大的，小的啊，小明嘛，对啊，这样这样，对啊，那样大大只的小只的、啊，就是这样啊，哦。你看，所以他一开始刚出来的时候，没人叫他江义俊，也没人叫他传义，只有叫他世家。现在不是世家，现在是大家。好，所以你看，我们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呢，哦，不同的名字啊，啊，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加了很多的名相。哦、所以你看、哦、那个有倒数第二行，他讲了，十句居于目前反为名相之境啊！啊，你看这句讲的多好，这个真如本性，这个实际其实就在这个当下，居于目前。可是我们就开始怎样？哦，我现在是世家，所以他的成长过程可能就是说啊，我是小的啦，他大的，他的应该怎么样啊？啊，我是小的，所以小的应该要比较多的疼爱。哎，我们就开始有这些分别嘛。其实你看他为什么要说一个是大的，一个小的，好分别啊！啊，不然这两个双胞胎，对不对？啊、哦，怎么分呢、啊？啊、哦，这个是比较大的，就是反正就先叫大的。这个、啊、一定是一开始没取名字，为什么？因为可能他的阿公阿嬷还有爸爸妈妈也不知道竟然是双胞胎啊，对不对、啊、就算有取，可能一开始也只是取一个而已、啊、也不知道 这个名字要给大的还是给小的，对不对、啊、所以可能等到取出、生出来是两个的时候，哎，赶快才再想办法、啊、怎么叫什么名字，对不对？好，反为名相之境啊！我们你看，本来无一物呢，现在处处都是有物啊！啊，现在就是一直执着分别的时候，哦，他是大的，我是小的，啊，或者我是大的，他是小的，啊，他的哥哥就会说我是大的，你是小的，哎，每个人各有执着分别嘛，啊，那就落入了这个，哎，这些庸庸扰扰的烦恼了，哦，好，所以现在呢，因为了解这个道理了啊，能够药到病除啦，啊，那甚至就药病亡药亡啊，那么不再落入了这种执着分别呢，所以百非习其攀缘。四句绝其真言、啊、就是四句跟百非啦。四句啊，就是这个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啊，这四句啦，啊，这个常讲的这啊，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四句啊，这个啊，那这个四句再去开眼，就是变成所谓的百非啦啊，所以离四句我们常听到。听到的这个离四句绝百非啊，所以百非习其攀缘，就是你不会再落入这个百非里头了啊，那你也不会怎样啊，落入这个四句里头了啊，绝其真简啊，就是说你也不会在这里头啊转不出来了啊，加加减减呢，就是反正还是落入这四句里头的这个执着分别里头。所以一旦你了解这个法界缘起的道理呢、那能够怎样，能够以佛法之药对治了你的执着之病。法界缘起的道理本来如是啊、所以我们常讲法尔如是，法界缘起的道理呢，哎，有没有佛，这个法界都是因缘生因缘灭，这个法界都是一即一切，重重无尽。这个有佛无佛，
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佛出世的法界就有所增加啊，也不会佛陀入灭了这个法界就怎样就有所减少啊，所以在不增不减嘛啊，所以呢，当你能够啊这个了解了这个法界缘起的道理，就不再落入了这个四俱百非之中了啊，简单讲啊，故得药病双泯，净乱俱融啊。那一旦回到了这个法界缘起，这个万境还原的时候啊，那么就是也没有病，也没有药了啊。这《金刚经》讲的嘛，这个佛陀说法如筏喻者啊，过了岸，这个船呢也就怎样啊，就不要了，不要说一直把那个船扛着，对不对啊？所以这病好了，也就不需要吃药了啊。所以药病双泯啊，你回到本来面目了，那也就没有什么修不修了啊。甚至也没有什么正不正的问题了就不再去分别了嘛，因为有修有不修，有正有不正，这个还是分别啊有修不修，有正不正还是执着分别，还是执着分别。那净乱俱融呢，其实净跟乱也是我们的分别嘛，对不对净跟乱现在其实呢，净跟乱我们来讲，就是一个是净，一个就是动嘛动得很严重叫乱所以呢来讲就是一个是动，一个是净可是动跟静呢，其实是怎样？是一个相对的状况嘛？动跟静是相对的一个状况。比如说，我们这个列车长就很有经验啊，对不对？在坐火车的时候，我们在坐火车的时候，奇怪，隔壁班的火车好像开了，对不对？隔壁后来才发现，不是他开了，是怎样？是我这班开了，对不对？但是你没注意的时候，看到隔壁车好像动了，结果不是他动，是怎样？是我们自己动了，所以六祖讲得更好了，不是风动，不是凡动，是怎样？是仁者心动嘛。所以动跟不动呢，这个静跟乱呢，其实都是分别。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落入动跟乱动跟静或者静跟乱的分别，那自然就是消融了啊，消融在这同一体性的法界静乱呢都是我们的法界本体啊，所以叫俱融也就是这个大海水呢，其实大海水它起波浪也是大海水，它平静，风平浪静，它还是什么？它还是大海水啊。所以如果你看到大海水的水性的时候，真正去看到那个水性的时候，不管它是风平浪静也好，或者它是大风大浪也好，它其实是一样的，是不是？风平浪静跟大风大浪的那个水性是一样的，所以它就不会再落入动乱的分别了所以这个就不会再落在这个静跟乱的分别，所以就静乱俱融融在同一个大海水就是融在我们这个法界本体啊。我们这法界本体，所以方便讲呢，这个法界本体就是楞严早上我们念这个楞严咒一开始妙赞总持不动尊
这个总持呢，就是总持的要病，总持的境乱，总持的这一切万法，在这个不动尊，这个不动尊就是法界一大法界啊，一大法界啊，我们的本来面目啊，就是这个法界本体啊。消能所已入玄中，泯性相而归法界啊，所以你看他就讲了，这个就是回到了法界了啊。所以你看，消能所或者泯性相，简单讲，能所分别啊，能所就是一种分别嘛，啊，性跟相也是一种分别啊。所以我们常说啊，法性跟法相啊，其实你要是执着了法性，那也是落入分别哦，啊，你不要执着法性哦，哎，所以你执着于法性，还是落入一种分别。所以讲法性法相也是一种方便的分别，哦，所以他要泯性相，就是不要落入了这种法性法相的执着分别里头，不要落入了能所的分别里头，这样才可以能够入玄中归法界，哦，玄中就是法界啦，法界就是玄中啦，哦，所以这个我们法藏大师呢，因为他要做这个对句，哦，所以他就必须换一个词，哦，所以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法藏大师的，他不但是这个一个开悟的圣者，哦，修行的这种大成就者，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文学家，哦，他的文章真的写得好，啊，文章写得好，他其实从我讲，他算是一个华侨啊，啊，他是从小在那个秋之国，啊，那边的一个，不是秋之，在康居国那边的一个，他父亲也当过宰相啊，所以说他就是从小他就是很有这个官员啊。跟当官的都很有缘啊，因为他父亲就做到宰相了嘛，哦，所以他算是等于说，我们说叫现在叫做正二代啊，正二代，但是他没有去从政啊，这有点像我们那个释迦牟尼佛一样，哦，他没有去从政啊，他这个比较有悟性，所以他就去出家了啊，他就去出家了。哦，不然他算是一个现在来讲标准的一个正二代，哦，所以他的官员啊，就是达官贵臣呢，都缘分很好，因为他父亲呐，啊，那个家世的关系呀，啊，哈，哦。好，所以他的教育算是从小就得到很好的教育啦，哦，跟我们六祖慧能大师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看各有各的度生的因缘啊，我们六祖大师虽然是不识字，你看可是他的化缘也是不得了啊，他的度化因缘啊，这个我们很难去说谁高谁浅啊，就是他各有他的一个度化众生的因缘啊，如果从我们角度讲，就我们千手观音的不同手臂啊，啊，因以何身得度者怎样？哎，即现何身啊，而为说法啊，哦。所以，我们这个佛法真是哈，甚深微妙，不可思议啊！哈，就是这样啊，哦。你看，有不识字的来出家，也有这个将相帝王来出家啊，哦，那各有各的度化众生的因缘。哦，所以在座的各位哦，你不要小看自己哦，你要是真发心，你就是可以怎样？你就是可以成为观音菩萨，因以何身得度者？你就去接引啊！有人就是因为你的因缘而来学佛的，真的，对不对？你看像我们的传义，他就是因为他同修才有办法来学佛啊，传义是不是这样啊？
对啊，你看，他通通通渡了他了，你看，啊、哦，没有他同修的视线哈、哦。我跟你讲，这个人现在还在，哎、欸，不知道在哪里吃喝玩乐也不知道、哦，对不对？好、哦，好，所以呢，每个人，欸、都有他的因缘啊、哦，哎、欸，不要小看自己啊、哦，不要小看自己。切见玄刚浩瀚，妙子希微，览之者具就其缘，寻之者罕穷其迹。啊、哦，切就私下嘛，哈、哦，就是他个人呐、啊，啊，个人的看法。切见我呢，我认为啊，简单讲啊，我所知道的。这么奥妙的法界缘起啊，这个道理，这个华严中的道理，这玄刚、就是指这个法界缘起，华严中的这个道理呢，啊，这么殊胜，这么浩瀚的一个法界缘起的道理呢，妙子希微啊，他这么甚深微妙呢，这个是希微啊。稀就是少啦，微就是也是就是很小啊，很少很小很微妙啊，妙子稀微，就是说这个东西不容易看到啦，一个东西很小很小很小，很精微啊，比如说，大家以前有没有去参观过？不知道什么样的博物馆有？他在米粒上面刻画，有没有看过这种啊、这种作品、啊、在米粒上刻画，那你要怎么看？他会放个放大镜，有没有啊？你就这样看说，哇，你看这颗米上里头有一个楼阁，这个楼阁上面还有一个人在那边啊、在那边赏花之类的，这样子哦，就一粒米，哇，你看那要怎么去雕啊？那个就真的就是，我们可以说是类似稀微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很微小、很微妙的，不容易看得到，哦，除非你有放大镜，啊、哦，哎，这是一个比喻啊。那所以《华严经》法界缘起这个道理，就是像这样这么微妙、微小。你看，就在这一微尘里头啊，你看一微尘，他说。这整个法界不可思议的法界就在这一微尘里头，你怎么去看一颗米上面刻一个画，你就很难看到了，对不对、哦、一粒米上面刻了 一条龙、哦啊、刻了一幅山水画，你就很难看到了。那么一微尘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佛国，你要怎么看？一微尘里头有无量无边的佛，这就是华严的境界啊！你要怎么去看啊？所以这是太微妙了，太细微了。好、哦，好，所以呢，这个法藏大师他说：“哇，这个华严经的这个境界，法界缘起的境界啊，这浩瀚，浩瀚就是无量无边。”可是越却又是很那样，却又是可以很微小哦，浩瀚，你看就浩瀚是很大嘛，哦，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可以在一微尘，一微尘就是稀微，对不对？哦，所以这个华严经的这个道理呢，啊，整个来讲就是说大它是最大的，说小它却是没有比它再更小的，没有比微尘再最小。更小了，啊，这个我记得没错，也是那年。他说这个一直分析的灵犀尘，灵犀尘啊，在什么尘？到最后就是，如果再分下去，就是变成什么啊？就变成虚空了，就是没有办法再小了。啊，那这么最微小，最微小，没有比《华严经》的这个道理还要再微小的了。妙子希微，所以最大的也没有大过《华严经》的道理，
最微小的也没有小过，最精微微细的也没有小过 法界缘起华严经的道理。哇，这个简单讲，最大最小他全包了，最大最小都是他、哦、哇，这实在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哦、这个是我们法藏大师他说他体会到的这个甚深华严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这个最大大到不可思议，最小也小到不可思议的道理呢，如果要有人想要去追求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啊，太难了。所以怎样，览之者具就其缘，寻之者罕穷其迹啊。这么甚深微妙的华严法界缘起，想要去学习、想要去看的人呢，懒就是看嘛。去看的人呢，很少能够怎样看到他的那个根源之处。具就是否定的意思啊，就没有办法去探究到他的起源啊。这个华严，这法界缘起的这开端、开头啊。到底在，也就是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简单讲、哦、这法界缘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去学去看的人呢，实在是大部分都看不出啊，到他一个最究竟的情形。那去寻呢，寻也是就是去找嘛，也是去学习的意思啦、啊、想要去找出这个华严经的道理，学习他的道理呢，也是很少人可以怎样穷其迹、哦、到他的边际，也就是说、啊、可以学得很究竟很圆满、啊欸、看不到边，还没看到边就表示还不圆满嘛，对不对、哦、所以这两句话意思就是说啊，法藏大师他认为这个华严经的道理是非常的奥妙的，来学习的人很少能够真正领悟到这个华严经的这个这么深奥的道理，简单讲就是这个意思。只是他写的怎样，哎，写的不让你这五体投地啊，啊，写的这么啊，这个文采这么好这样哈、哦，哎，好，由于华严经的道理这么的深奥，学习的人大部分都没有办法很就近。啊，圆满的去掌握到华严经的道理，所以就造成一个什么结果，是以真空自于心手恒为恒律之常，实具居于目前反为名相之境啊。这个华严这么好这么殊胜，可是来学的人呢 都没有办法真正把它学得很透彻啊，学得很精准，所以就造成了呢，明明这个法就在前面，就在我们的心头啊。简单讲，这个法就在我们的现前一念啊。我们常讲现前一念啊，现前一念，这个一念就是心头嘛，就心手。这个法界真空，真空法界。这个法界缘起的道理，它其实就在我们的心头上面，就在这里。可是我们却用什么恒律？圆律。圆律简单讲就是分别啦，就是我们常常会讲圆律，就是我们第六意识心啊，对不对啊？第六意识心就是圆律心，我们常讲啊，圆律心。好了。这个法界真空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就在我们的现前一念。可是我们这现前一念，我们都用我们的第六意识心去分别它了。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在修学这个五教止观里头的，这个小教啊，有没有啊？有一点印象的话，就是啊。他不是说啊，这个是什么？他拿一个枕头吗？有没有？那这是什么？啊，换将来，这是什么？啊，这是枕头。啊，
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这是什么？这是毛巾啊！你看现在这是这毛巾，好了，现在这是什么？手表。其实这句跟下一句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我们就开始给他名相啊，这是什么？手表，这是一个名相，手表。这是什么？毛巾，名相。你开始给他一个名字叫毛巾。这是什么？茶杯。有没有？你看，它都是对句对对句的，所以由于有了圆律之场，就变成名相之境啊！啊，圆律之场就是名相之境。这啊，你要是了解它的作文模式，你就知道说这个就是相同的话啊，他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哦，这哎，不得不佩服他的文采啊！哦、所以呢，一样，真空置于心手，就是实具实具居于什么目前嘛、哦？所以呢，你看就是，所以你看呢，这就是讲了现前一念嘛，居于目前，居于目前就是现前嘛，置于心手就是什么一念啊？你的这一念啊，就是心手啊。所以真空实际，真空就是实际。法界缘起讲的这个真空，哎，所以你看，我们法界关门第一个叫什么关啊？真空关嘛，对不对？因为法界关门，你要关法界，你要关法界，第一个先真空关。那真空，真空在哪里？真空就在现前一念啊，当下的这一念，你这问题，你当下这一念。真空却变成了你的什么第六意识的分别，叫可，就变成这样子。那第六意识的分别，也就是造成了名相之境。你开始分别了嘛？有了这个圆律啊、哦，你的第六意识开始去圆律以后呢，哦，这个是毛巾，这个是手表，这个是枕头，哎。啊，这个是张三，这个是李四，啊啊，再来呢，这个比较无关的，再啊，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啊，你是什么人啊？哦，哎，或者是我是男人，我是女人，啊，你看，这个就全世界都问这个同样的问题啊。美国的话就是什么，我是白人，他是黑人啊，对不对？全世界都是这样。啊，开始的变成了名相之境了，开始变成哦，他是黑人，我是白人，哎，我是台湾人，他是大陆人，啊，还是他是美国人，对不对？就变成名相之境了嘛，啊，其实就是我们的缘律嘛，你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执着分别啦，啊，所以就。把真空实际本来是在现前的法界缘起，这个一大种相法界啊，变成了什么种种的虚妄分别名相了、啊。好像说这个大海水一样，其实大家本来就是一个大海水的水性。好了，现在开始起风了。起风了就开始说哦，你看那个大那个浪比较大，这个浪比较小啊，起风了嘛，啊就开始随着这个风开始怎样虚妄的分别哦，这大浪这小浪啊，这个是前浪，这个是后浪，然后没有风的时候又叫做风平浪静，你就是一直在分别这些啊，所以法界缘起。所谓的真空实际啊，真空实际本来就在当下的现前一念，当下的现前一念。可是我们却怎样？我们却虚妄的执着分别去了啊！我们却虚妄的执着分别去了，就变成了缘律，就是你的第六意识心一直在分别啦。哦，这个是张三，这是李四，这个是大的，这是小的，这是好的，这是坏的，啊，我们就一直在攀缘分别，
然后给他种种的名相，这就是开始六道轮回，就从这个地方开始了嘛，所以呢，就是说，哎呀，我们法藏大师他就感叹啊，这个《华严经》的道理这么说，说成是涅不觉生三系，可以啊，可以啊，就是生三系，就是这个六大乘祈愿，当然他是讲的比较有次第啦，那这边他是只是约略的讲嘛，恒律之场，那就是怎样啊？你要详细讲，就是三系六出嘛，对不对？你细细讲，当然就是可以讲到三系六。他这只是说啊，就开始去执着分别了嘛，那这个执着分别的过程呢？那大乘祈愿他讲的比较细一点，就是三系六出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啊。因为执着分别本来就是有出有细嘛，你到了造业受报，那就是很粗啊。大家都不喜欢这个生病啊，比如说这个病毒啊，问题现在你感染了这个病毒啊，咳嗽啦，乃至死亡啦，这是很大的痛苦。可是，在这个感染，就是说这个受报之前呢，是有很多维系的东西，这个你就不一定观察到，那叫细嘛。出的是受报，就是那个苦嘛。我们说祸业苦，祸业苦呢，那个业跟报比较粗，我们比较容易看得到。业，譬如说我们去杀生，这个我们看得到啊。我们要吃鸡，所以我们要杀鸡，我们要吃猪，所以我们要杀猪，这个比较粗的看得到。细的，你的贪心，你的分别心，这个不一定容易看得到，要心比较静的时候，我们才看得到说，我已经起了，所以这就是细嘛。那更细就是所谓的无明妄动。无明妄动那个就很不好看到了。所以一开始就是那个无明妄动的那个地方，那个就很细很细的了。好，这个就是说他没有讲到，因为他这个只是一个序言啊，对不对？他只是一个序言，还没有讲到那么维系的这个整个过程啊，所以说他是粗略的讲一下啊，但是粗略讲就很殊胜啊，让我们可以悟到很多的内容了啊。总而言之，就是我们起分别心的啦，然后就变成了这种名相之境，就是一直在分别。那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现在我们贤首国师法藏大师呢，他就想说，那要怎么来帮助大家呢？本来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现前当下，这个法界缘起啊，所谓的真如法界、真空实际就在当下。那大家却是怎样用攀缘心？分别心变成了这种名相之境，乃至就变成要造业受报、可怜悯的众生。那怎么样帮助大家呢？好，他现在就会他就想，今者统收玄奥南瓜大宗，出经卷于城中，转法轮于茅处。明者得龙于吉日，昧者绝望于多生。会止者三月一宜，乖中者蜘蛛难入。好，他现在想要帮助大家，简单讲，想要帮助大家望尽还原呐、大家本来这个就在这个源头，这个法界缘起的这个源头里头，可是却虚妄的落入了这个妄想分别的这些浪相里头去了。那现在他想要帮助大家能够
返望归真啊，万境还原啊，所以他就要写书啊，因为还是必须从闻思修开始嘛。如果你不听闻，没有听闻道佛法，你当然不可能去悟到这个道理，了解这个道理，甚至去修行嘛。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先来什么听经闻法啊，听经闻法呢就要有祖师的教材啊，不然我这个和尚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啊，对不对？如果没有法藏大师把这些东西写下来，我能讲吗？我什么也不会讲，对不对？所以佛陀要开悟啊，菩提树下悟到了，然后呢，那祖师在写著作，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啊，来讲解，来学习。所以呢，这个祖师呢，他现在就是想说，那这个道理呢，我们祖师他也悟到了，那现在要把这个法传下来怎么办？那当然就要写书啊，所以他现在要写这个《望境还原观经者》啊，统收玄奥南瓜大众。所以我现在来写这个《望境还原观》呢，就是要把整个《华严经》的道理，这么奥妙的、究竟的、不思议道理，法界缘起呢，通通要把它怎样统收，通通要把它含瓜进来。南瓜大众就是把它的基本的这个重要的这个道理呢，要能够写下来啊。所以我们好好的来读这个《望境还原观》呢，来体会的时候，八九不离十了啦。简单讲，就算没有100分呢，也有90分、95分的，好好学啊，因为他已经统收玄奥南瓜大众了嘛。整个《华严经》的道理呢，基本上就可以含瓜起来了啊，就在我们的《望境还原观》里头。出经卷于城中，转法轮于茅处。更何况这个《华严经》的道理本来就是在一围城里头啊，就是在这一围城里头可以有整个法界缘起啊。所以现在呢，法藏大师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要利用这一点点的尘跟毛呢，或许也就是他的这一篇的《望境还原观》的这篇文字，就可以把整个《华严经》的道理都收录进来了。所以他讲这个出经卷于城中，转法轮于茅处啊，这本来就是一己一切，一切即一嘛，所以在这一尘一毛之中呢，所有的大藏经啊，所有的这个三转法轮，种种一切的佛法，就在这一尘一毛乃至他的这一篇的《望境还原观》里头就在这里头了。所以如果你明白的话呢，明白了这个道理啊，明者得荣于极日，昧者绝望，忘绝于多生啊。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这个甚深微妙的道理的话，真的你明白了，那你就得荣于极日啊，就是当下你就怎样啊，你的功德就怎样，龙就是高嘛，你的功德就一下子怎样，没说涨停板啊，套用现在你马上就涨停板了，你的功德就涨停板了。其实这个应该比较不像台湾的，因为台湾会给你限制，美国的就没有限制啊，美国的我不知道，好像美国是没有天花板的，就是你要长多高你就长多高，那看你敢不敢下手而已啊，就得荣于极日，你的功德就一下子飞跃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了，你明白了法界缘起一即一切，一切的一切即的道理，你的功德就一下子变成无量无边了。
不可思议的功德。相反的，如果还是不明白昧啊，跟你这么苦口婆心的讲了这个《华严经》的法界缘起的道理，你还是不明白，就根基不够啊，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有机会了，绝望于多生呢、妄觉啊就没有希望了，妄觉就希望灭绝了啊，基本上要很多生你都没什么希望了，为什么？因为这个道理你不懂啊。如果你不了解法界缘起的道理，你就很难成就啦，简单讲你就很难成就，在佛法上面很难有一个真正殊胜的成就啊。当然啦、有一点小小福报这个是会有的啊，但是这个佛法有一点小小福报有时候未必是好事啊。为什么啊？你看现在我们那个普丁啊，拜登啊，还是我们小英总统啊，还是他习大大，你说哪一个没福报？都是有福报之人啊，对不对？没福报怎么有办法当到这么大的官，对不对？有那么大的资源但是你看有这些福报好不好啊？危险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智慧啊，没有慈悲啊，这个福报他们拿来怎样拿来造业哦，拿来造业哦。所以这个只有福报真的是不是很好啊所以呢，如果不能了解法界缘起的道理，很难在佛法上真正 有一些进展有一些小小福报那其实没什么用的，还是在六道里头投出头末六道里头投出头末，今天当人下辈子万一没有做好就做畜生了，那更糟糕的还有去地狱的那地狱受报完了好不容易就升天了，可是问题一直在那边转没有用一直在那边转没有用未止者三月一矣，乖中者知诸难入，所以他都是一正一反来讲如果能够得到这个了解到华严中的奥旨的话那怎样三月一矣这须弥山要移动也是怎样也是非常容易，为什么？就在你的执掌之中就在一围城之中那 还不好动吗？对不对？就在这一围城之中其实就是在你的一念之中而已有时候你会觉得师父你讲的这个都好像天方夜谭但是事实上我们就活在天方夜谭里头，你自己不知道好比说大家都曾经做过梦吧，对不对我们一觉起来我怎么会做这个梦，这个梦 好厉害好可怕还是好怎么样对不对？你看你梦里头你可以飞天钻地也可以，对不对你也可以做大好人，你也可以做大坏人，那什么事你都可以做，就是你在做梦，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所有的梦境都是你的梦心，都是你的梦心所变现的嘛，对不对？你比如说你在做梦，梦里头呢，你坐着这个太空船飞到这个，飞到冥王星，如果飞到外太空，飞到多远多远的星系？请问你在梦中的那个太空船是不是你的心变现的？是你梦中你飞到冥王星，那个冥王星也是你的心怎样？你的心变现的。你飞到多远多远过十万亿佛土之外假设有个星还是什么叫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是不是也是你的心变现的也是嘛。因观法界性怎样，一切为心造，你看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整个华严经就讲完了整个华严经讲完了
若人欲了之，三世一切佛，因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好，这个心就是这个法界缘起啊，啊，这个法界的这个法界。好，如果能够了解这个三月意义啊，你看是不是这样子啊？啊，你要十万亿佛土，也都是这一念心啊，对不对？所以了解到了这个华严奥旨啊，法界唯心，那真的是三月意义啊。对，那有什么问题？十万亿佛土也是怎样？屈身必请怎样？道莲池啊，就在当下这一刹那。所以你看，这个十六观经，九品往生哦，包括上上品，包括下下品，往生都是一念之间就到了，当就是一刹那就到极乐世界了。只是花开的时间有快慢。但是到极乐世界都是一刹那就到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自己的心而已嘛。好，所以了解这个道理则三月意义啊，乖中则蜘蛛难入。蜘蛛就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东西啦。一点点啦、啊、这个好像是这个在计算算盘，这个在计算的一个很小很小的单位。所以如果你要是不明白这个道理呢，你就很难有一点点的进展。蜘蛛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单位啊。要讲大一点就叫做寸步难行啊。蜘蛛难步就是其实就是寸步难行，你就很难有进展。为什么？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你就在原地踏步。所以我们学佛啊，你不来听经闻法真的是很可惜耶。为什么？你虽然做很多，你虽然很努力，可是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其实现在这就是我们有不少我们学佛的朋友呢，很可惜耶，就是这样，他没有来听闻这个比较正确、比较深入的佛法的时候，他就一直很简单，就好像呢，明明看到心善事就在前面，可是呢，他就不知道门在哪里啊。就是要不得其门而入啊。好像不错，那个庙在那好像不错，听说里头有一个千手观音开光很庄严啊。然后呢，普顶路找好久找不到，找到普顶路，然后又说，青山寺的门在哪里？他又找不到。就是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找不到门啊。所以如果没有华严经，你没有去深入了解，没有来看祖师的开示，就好像你找不到佛法的入口啊。这个佛，大家听说佛好像很好，佛很殊胜很究竟，大家都可以成佛，大家也想要了生脱死，不要再活得这么痛苦了，听说佛法很好，可是怎么修怎么个好不知道啊，只是听说很好啊，也很想要啊，可是怎么进去不得其门而入。所以如果没有来听闻佛法就是这样，顶多就是自我感觉良好，不错啊，我有去参加这个参加那个，感觉蛮好的蛮殊胜的，可是呢不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呢，祖师很不客气的讲，你就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啦，没有什么作用的啦，顶多就是一点点小小福报，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还是在原地踏步，还是在六道轮回不断的转，真正要能够出离生死，广度众生，成就佛道，门都没有啊。为什么？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他这四句话讲得很好啊。你看他说，明则
得容于今日，昧则忘觉于多生，慧直则三月易矣，乖中则知足难入啊。这是需要大家好好不断的去体会一下啊，明跟昧，慧直跟乖中啊的差别如此甚远，就是有来听经文法跟没来听经文法的差距是如此之大，如此之大。所以我们很庆幸我们有这个福报，我们这福报能够来跟着祖师来深入佛法，真是一个大福报，我们要好好珍惜，好好珍惜，不然就是一直在门外绕，也不知道最后不知道绕到哪里去，也不知道。好，今天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我们先到这个地方来做个回向。愿以此功德，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众请起立，请合掌，向佛陀三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大众礼谢法师问讯，一问讯，阿弥陀佛。